肯定这种打法是有一定稍微别扭一点的，但是毕竟实力还是在这儿。所以说，马龙还是像我们上一场说主场说的一样，就是马龙呢也是需要通过更多的比赛，在比赛中呢来找到自己的这种最佳的状态。这个朱林峰，李头干是1995年出生的，对，今年21岁，和刚才这个那名队员是一样大，对，都是一样大。他这个四川长虹队啊，他就是立足于全运会，他这四个人，今天来的这四个人，就是他下一届全运会他要用的人，对，所以说呢，他全部是川军嘛，就本土队员，所以就立足于这种全运会，包括这名队员啊，你看，当然马龙像打到这种顶尖的选手的运动员，他技术都非常全面，对，就是说他打削球，你包括啊，对，像类似于这种什么朱世赫啊，这些。削球打法，包括生胶，包括左手，他直板，他都有他自己一整套的这种，打球的水准。当然，像朱林峰现在这种打法也是比较少见了。很少见，他是原来咱们最早的时候，像81队的王涛，他就是最典型的代表，就是反手生胶，正手反胶，然后打球也比较凶。但是打这个颗粒儿生胶，或者不管是生胶还是正胶，他的这个心理素质得相当好。你打到关键时候，你真得敢弹。他这个东西吧，不是特别能有摩擦，所以说你到关键时候，你想打出来威胁你反手，就必须得心理素质过硬，必须得敢弹。实际上现在看这个整个国家一队，包括咱们现在看超级联赛哈，就是男队员里边打颗粒打法的，就是非常稀少，对，非常稀少，就是这个趋势就在逐渐的走向消亡。真的，在咱们县当然是提倡百花齐放啊，百家争鸣，就是打法上，但是这个主流打法永远是反胶。对，你看现在啊，两面反胶，包括直板的，完了后来讲这个有反面的也是干什么？你看刚才这个球，马林那个谁，这个马龙就差一点救起来。是啊。你看这个球几乎就是一个死球当中的死球，死网。所以说马龙这个下意识的这个速度也是非常快，反应快，对，他就是下意识的手感好，因为确实现在这个，特别是反手打颗粒啊，它受到很大限制。你现在相势都很好，你主要是站在中远台，你把他这个反手被挂住，他反手根本也发不了力，就很别扭。是，颗粒还是有很多的局限性，对，打法有局限性。人们慢慢的打的少了，他肯定像这种球，要反胶的话，对，要反胶的话，这个球力量又大，又加着旋转。你看，因为他不能，他这个颗粒打法，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制造旋转的能力太弱了，对，就是微小的旋转。你像反胶，它最厉害的地方，它就是能够制造旋转，强烈的弧圈球。有了弧圈，它就也就是说弧线嘛，它就可以制造弧线，然后它就有稳定性。你比如说那个颗粒打法，它为什么越打的人越来越少？就你刚才说了，都打以后对心理素质，因为他打球没有弧线，他都是直着过来。是啊。所以说你打球，你自己都害怕，所以打的人就越来越少了。而且现在尤其是自从这个改了这种大球以后，改了大球以后，那对颗粒来讲，那是毁灭性的，非常漂亮，确实从第一局来看，水平差距确实比较大，从各个环节吧，是，而且呢，这个朱林峰也没打出来自己的这个特色，现在像马龙这个像这种，比赛他经常打的时候，他这个对自己的调控能力，就是比较强。你比如说他什么时候，你看他有时候打球啊，他不是全在急，你看他有时候领先，刚才10-3领先，他就松几个，
对，你要如果这个人一直绷着，他不会打，他不会打到现在的，他早断了。就他这个神经啊，一定在场上一场球里边，他能用一分球打，他就不用那半分球打。和别人打，不像马龙那么高水平了，觉得他可能也会打得不错，但是呢，他现在球全被马龙控制住了。你看他，你看第一个球，马龙就直接罚到反手底线。对。你看反手底线以后，他因为他升交他就带一点，他就没有这个咱们说上手质量的问题。你包括第一局有的时候马龙，对方一发球，马龙就直接踢他反手底线，他反手也没办法。对。这就是有时候反手颗粒打法，他一个很致命的弱点。你要是反交的话，你不管在什么地方，我都可以爆冲你。对。甚至咱们说刚才说的那个短球，现在都可以爆你。是啊。所以说这有时候颗粒打法，有的时候就存在这个问题。所以说我记得小时候那时候打球啊，一般到了五六年级，然后呢你的球打得不是特别好，这时候教练会说不行，看看反手换个升脚吧，或者反手换个正脚吧。哎，原来那时候有很多就是那时候改的。其实你小的就是你打，虽然是打这种课程，但是你从小时候大部分都是练的这个反脚，只不过那时候后来就感觉打不出来了，或者是因为可能有一些打法需要嘛，就让你有很多就是咱们说急功近利的。急功近利，你比如说我打个升交啊，或对方不适应，我打个长交啊，尤其业余的，还有很多打长交的，为什么他赢球有些人不适应？但是你真正打的职业高手的话，那主流打法永远是两面反交。对，你看这个球，你看又是一个反手底线，就是给你。对。你看这个球还搓的有点高，那你测不了谁，你反手上的话。其实啊，你这个球它搓的越长，对于他反手来讲威胁就越大。对。他也没法拉手。对。他只能去弹。对，你要这种弹，我不说吗？他不能制造旋转，他很可能就失误了。你看这种球，失误的非常可惜。你看又发反手底线，反手底线过来，我再干什么？实际这个朱霆锋这以后，他这个。这个正手的技术质量相当高。对，你看他正手，你看这几下啊，你看这个慢镜头，你看这一下啊，对，这一下来讲，他的爆发力相当强，他就是这反手拖累他了，当然也有点特点啊，特点就过来，你看这升交过来有点沉啊，有点这速度有点快啊，你看刚才马龙就是没有拔出手来，如果再拔出手来，这个球。再坚持一板，这球就下一板球可能又是他的上风球。你看这个球技术质量挺高，这个技术质量，他这不用反手了，他要用再用反手还完蛋。那马龙有的时候你看打球，他也是，你看他在这个第二局哈，因为第一局打得太轻松了，第二局上来以后啊，这个人啊哈就是这样，我和这种人打，好像是。不用每一个球算得那么细吧，对，所以说他有的时候，因为他不靠高手，他又不一样了。他觉得我这和他打还有点余地，哎，所以他有的时候松一松，他自己感觉有余地，他就不是特别的每一分抠得那么紧。就是张弛有度，还是都是自己对能控制住局面，还是对。哎呀。这就叫运动能力，对，高速飞跑当中，然后完了以后浑身很舒坦。确实，而且他已经退到中远台了，然后他的这个反手就根本没法用。你打这个以后，你和马龙打那来讲，你太下风了。打这个以后，打以后，他就是这是他的强项，一打起来以后啊，整个全身就像咱们说刚割了那个瑞滑油一样，浑身很滑烫，非常舒服。你看这个球漂亮，好球！
这就是大满贯。对、啊、就是你感觉过不来的球人家过来了，哎，你救不起来的球人家救起来了，这就是能力强。这分球一打现在是4-7，这局球基本上就是又基本上就接近尾声了。对，你看马龙啊，虽然就是他可能之前有几个球啊3到4分的时候比较松，但是你像关键节点，像4-4或者6-4，然后6-4之后，然后接着8-4，这几个球他关键节点上他这个中局就是在这个转折点上的时候，他把控的特别好。对，哎，而且从马龙这一次的发挥来看，也要比上一次好了很多。嗯，越打越好了，越打越好了。他现在就是也注意平时啊，减少社交活动啊，哎，包括一些啊，有些能够取消的取消，就是，哎，全力以赴，把注意力也都集中在这个赛事上。对。你看这球，这球打过来撩过来，这球一点旋转都没有，对，还是一个半高球，这种球确实威胁太小了。对生姜太适应了，对，打到这种顶尖高手打各种打法的套路战术非常明确，我就给你反手底线，对，你就是一个生姜，你往一撅，我就退半步反拉你。好球！朱林峰呢？这个发球有变化。发了个勾手啊！勾直接勾手。对，这左手郑正这边球质量还是挺高，他拉球这边球质量挺高。其实左手听永王发勾手，发完勾手之后，然后接侧身拉一板，勾手这个球也是不大好控。马龙发这个球发的特别低，你咱们从这个角度哈又能看出来，就是他这个发球发的那个巨低。所以说，对于像这种颗粒的这个打反手打颗粒或正手打颗粒，正手打颗粒还无所谓，反手打颗粒的人来讲的话，他的这个接发球，我觉得现在处于这个劣势还也是比较大的。哎，他现在反手拧了，他不能使用啊。对，拧了他拧不出旋转来呀、啊。你想练打反胶，练现在都能拧了。实际上他原来没有拧拉之前的话，生胶这个还是作为强项呢。你看这个，好球！马龙这个敬业精神啊，确实是值得这个很多咱们的广大的运动员去很好的这个学习。对，你看刚才这个球，那真是竭尽全力，拿出100%甚至200%的劲儿去救这球，这马龙他有个特点，就是这个实力足了以后，他就可以什么呢？他可以和你慢打，可以让你先打，我再防守，然后我再开始。他这个回旋余地大，不是说哎我就飞得凶，我飞得狠不？哎，你看他刚才这个球，他故意放慢，让你下，那你打过来，我再和你打相持就完了。所以说他这个回旋的余地啊，打球，所以他打球为什么说稳定性好呢？他就是有攻有防。这球漂亮，朱林峰打这个球打得好。
这很长时间没见这种球了，就是弹击。但是这种球我感觉还是，如果要是接发球以这个作为主要手段的话，失误率会很高。嗯，他有点懵的感觉，有点懵。哎，两个这样球了啊，都是这种。我看他现在处理接发球，朱林峰处理接发球来讲的话，他主要就是拿这个科利反手这个地方去摆一下短。他也只能这样，他只能这样，这就是一般的，这是规律性的东西。你就是拿那个生胶啊，这么一放过来这个球吧，有点怪怪的，就是他那个旋转就是混合旋转啊，对方挺别扭，但是他不能作为一种，他只能作为一种控制手段，他不能作为进攻手段。对，你现在明显就滞后了，你现在人家反胶的过来就抱拧，对，那我拧拉，你现在还在这里用生胶再去控制球。那你显得就落后了，落后就挨打。对。这个时候，四川长虹队也是叫了一个暂停。嗯。没办法的暂停。对，没办法的暂停，先缓缓，对吧？看看能捞一分算一分，毕竟和马龙打，机会难得，是吧？你看这个连贯多好啊，这跟进的多快啊，打这朱林峰很别扭，所以打到中路，我明显感觉到他中路稍微偏点正手位，偏拿着反手去打，动作都变形了已经。确实是大满贯，这个整个的这个运动能力啊太强了。刚才我就看赛前练习的时候，你看他的赛前练习，他和队友练，他几乎不丢，对，几乎不丢，很少丢球，像这种球就是能力强，就告诉你怎么打，我怎么回，而且这慢中有快，快中有慢，随时可以发动快速进攻。这个球很明显，我只要拉住你，我都没发力，不是很强行，然后只要拉住你，你反手就非常别扭，整个身体的这种运动动感。协调性太好了，对，几乎没有一点悬念，对，大比分。马龙这样很轻松的就拿到了第二盘的盘连。这样的话，马龙就以3-0战胜了朱林峰，为山东卫桥队再拿一分。山东卫桥队现在目前以大分2-0，领先于四川长虹队。好了，现在有一个我们的球迷参与我们的互动的环节，让我们掌声请出我们的今天的互动嘉宾，我们准备的徐飞，掌声有请。